国粹精髓，为您悉心传授修身养性与健康人生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功夫教品牌服饰为您冠名播出的武术课程班，我是本期的主讲蔡阳。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武术的一个跳跃动作，横空外摆连，是助跑的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加我们屏幕下方的 QQ 群跟我们进行讨论，同时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微博，那里有更多的知识跟您分享。想观看更多视频，请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。好，我们开始吧，来，我们动作示范。来，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助跑。助跑先上右脚，右脚我们按掌，然后按完上按掌过后，我们右手从左掌上面穿出去，穿出去身体往前面带一点，往前面带一点，方便我们后面的助跑。然后穿掌的同时，我们摆头摆往左边摆头，一个转头的动作。然后大家再看一次，一二，身体往前压，压完了最后然后我们讲我们的起跳。起跳我们落地过后左脚在前，就是这个穿掌完了过后落地左脚在前，右脚一个成一个摆腿往外摆。往外摆主要是为了我们这个后面的腾空动作起来过后更好的旋转。来，大家看一下，一摆我们的左腿，摆左腿，好，这样去摆腿。来，大家再看一次，上右脚摆腿，左腿提膝或者是直腿都可以，往我们的右边摆，左腿往右边摆，摆的同时呢，摆腿的同时呢，然后紧接着我们的右腿开始起跳，起来过后，做我们的外摆联动，外摆腿动作，给大家做一个正面示范。穿掌完了过后，左脚在前，然后上右脚摆腿，先把右脚把腿摆开过后，我们左脚起来往里面扣，左脚一定要扣回来，然后方便我们后面更好的去旋转。一二，落地。好，下面给大家布置一下我们的训练计划。第一个呢，我们先练，要平时练的时候练我们的外摆腿。来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外摆腿呢，在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可以多做点，做30到50个。好，然后我们练一下我们的起跳，不摆腿的起跳，就是腾空。来，大家看我做，按掌穿手，上步过后，提膝，左腿往右边转，右脚摆腿走开，一二三，来看我做一次，一二，落地过后左腿往回扣，一二，然后做一次正面的给大家看，然后穿掌。落地过后，一二，这个动作呢，在我们训练的时候呢，做20到30个。好，我们讲一下我们第三个动作。第三个动作是我们原地的腾空摆连，就我们不要助跑，右脚在前，直接摆我们的左腿，然后起跳，做我们的腾空摆连动作。来看一下，一二三，好，再来一个正面的，来走。一二，好，这个动作呢，在我们训练的时候做个20到30个。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腾空动作，腾空摆连。好，大家在训练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不要因为受伤影响到我们今后的训练。好，大家如果在训练的时候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登录我们功夫者的官方网站，在官网上给我私信给我，我会在有时间的时候回复大家。好，大家再见。